你让谁给压抑了？研究两天两宿了，你就别说了，我这两天腰不大好。我也不用你腰。待着的谷歌，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咋的？这两天没看着你啊？你让谁给压抑了？我这不研究一加二挪动一笔怎么能得于八，研究两天两宿了，也没研究上来，就把你那三千烦恼丝给研究没了。别找没用的，你干啥来了？我找你还真有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还不太好意思说呢。你就别说了，我这两天腰不咋好。啥玩意儿腰不咋好啊？我也不用你腰。借我5000块钱。借钱呢？那你这么的，你帮我把这道题整明白了，我就借你。你把钱拿出我看看。刚下来的工程款，5000块。这还行，要不然你骗我呢。好了。我让你挪动一笔，你上嘎给我加一笔。一加二不等于八，不等于八。我让你怎么能等于八？它就不等于。我让你等于八，能听明白话不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我答应了，钱我拿走了，拜拜了您嘞。我太难了，摊上这么个邻居没好。